我还是来用天狗好了。天狗真的很好，就单纯几招，几招就可以刷很多衣服了。可是他的分数就不知道怎样，比较难打到高分。To hurt you, but come, attack me if you dare.这很奇怪啊，啊你一直连段你会一直输啊，连段的分数还没高啊。
你一直打的话，你会一直被他接到，因为他全部都能反了。三招定身，当然，只要会脚踢后空翻，跟标准后空翻，跟大风推就可以，就可以玩这个游戏啊！其他招都会被他抓，所有招都会被他抓。没有惨，好不好？有，很扯，他这真的很扯，他抓人的频率太高了。这样也可以打，没有说不能打。我知道啊。只是你会打得莫名其妙，你会觉得他全部都能反的，凭什么？你去找一个正常人，你看他有没有办法这样抓。Great！ 好。Great sister， 哼哼，这都完全没扣到血，结束两回合，很厉害啊，够健，够强。等一下全部的买生死格斗六的新手都来玩天狗，然后求大大问那三招怎么练，这样，只按三招。废物，妈的生死格斗被买成一个超烂的，无脑这样。然后人家说难怪不能列入那个比赛，就是这样无脑。其实他们真的会玩的，听说还是很会打，没有什么困难。毕竟天狗中段好像太很多可以中段，嗯。想买点电脑，就是怕跟你分开距离而已。对，他只要拉近距离，他就。几率太高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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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他上面一定挡不到，就他最后一下一定会被敲上去。嘿，我说那一招啦，最后那个上去一定能够抓到，你看，哎呦，有没有？那果然他那电脑判定问题，他大部分都会被抓到。对他们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很烂，这绝对是优化问题。你看，又被抓到。哎，结束了。哎呦！好便宜！差一点，这是我对你最常用的招。
老师也太棒了吧！60万分了。我是来打模拟机哦 ，Nico 哎、欸，07哎、欸，就是你最喜欢那一套啊？你看，你自己去看，就那个商业的那个啊 ，custom。